但其他資源類別咧，其實就個別睇啦。你正話，譬如阿 Ivan 正話報過啦，鋁嗰方面又創咗新高噶嘛，係鋁價嗰邊。咁但係鋁嗰啲可能即係早兩日基內亞有啲消息啦。咁啊，呢個我諗係仍然有機會比較強勢嘅板塊嚟嘅。但你話嚟到呢位去追咧，我又覺得小心啲咯嚇。我自己覺得嚇，即係如果你有貨，你可以揸住先咯。但追就唔係噶啦。反而呢一陣咧，我自己睇就可能會睇翻只光銅358。因為358方面嚟講咧，近日走勢上咧都係開始有少少想試下啲阻力位啊嗰種嘅跡象嘅。啊，你睇得到佢都係去到嗰啲橫行嘅區域附近㗎啦。咁如果能夠咧企得到喺16蚊樓上，尤其突破埋16.8度咧，咁呢一轉咧應該就出現個突破咧，就可以試上去咧，大約我諗18蚊啊嗰啲位附近嘅。咁所以我諗而家就係嚟到呢位又係有少少尷尬咯嚇，即係佢始終16.8。附近係有個阻力咯，咁破得到咧就先追入咧嗰個嘅即係安全性就會高一啲，所以而家呢位你可以觀察名單咯，睇下佢破唔破到16.8個位置咯。